跟报告，就是跟女生这个 repeat 一下，又怕这个就是他要记太多了。然后那个这个人呢，永兔，他因为疏于保养，然后又日渐走红，赚很多钱。没有。你说用的方案很好，对，然后呢，就是因为呢，他你知道戏演得很好，所以片约不断。那因为片约不断，他不能够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丝丝的老态。没关系，女人我最大赏就可以满足大家的愿望。我就说今年有非常多 all in one 的商品，所以我就帮你挑了一个呢，另外一个 all in one， 对对，另外一个 all in one 是我们的保湿精华液里面的。我们的最佳润泽精华液，这个超有名的，对，也是这一瓶。那这一瓶呢，其实在网络上口碑也非常的好。嗯，那这个也是它新的一代，新的一代呢，就代表它的成分更多了，它有66种以上的美容成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质地呢，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凝露状。那大家试试看，也没什么味道，它没有味道，所以敏感肌也可以用，然后它也没有任何刺激性的成分。那所有的保养品呢，其实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做保养品的那个 base 就是水。那它的水呢是来自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呢美肤的泉水，就叫出云玉造温泉。出云玉造温泉呢的泉水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。那矿物质可以帮皮肤呢，第一个平衡肤质，第二个让你的保湿呢维持在一个不错的状态。好水哦。很水对不对？然后它的保湿成分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玻尿酸啊、神经酰胺啊，它也都有，胶原蛋白它也有。他们家呢有一个非常棒的概念，叫做湿润美容，就是让你在擦这一瓶的时候，你的皮肤永远保持在一个湿润的状态。也就是当我先擦第一层的时候呢，它的保湿成分渗透进去了。接下来第二层它做什么？它会把保湿成分这些营养成分呢，在你的基底每一层哦，自己在循环。让这些营养成分可以确实的达到每一层肌肤要的功效，最后它还会形成一个保水膜，所以你成分吸进去了就不会再被蒸发，那你皮肤就永远在湿润的状态。这就是这一个品牌呢非常棒的一个概念，湿润美容，让你皮肤永远在湿润的状态。而且一瓶搞定，像我今天我特地帮永兔啊量稍微涂多一点点，因为他很忙嘛，对，可以让他停留一点点的时间，所以你早晚只要各擦一次，你的皮肤其实24小时都是有水哦。然后你会发现这种 all in one 的商品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味道，对，因为它也无香精，然后没有刺激性的成分，所以是非常温和的，而且擦起来很舒服，对，而且它有很到后面有点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，水，因为它就瞬间补水了，对，真的也一直出，对，它就一直出水。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脸就一直都是在有水的状态 ，QQ 是水真的，真的，好端哦，而且很亮，就没有那种感觉，对，有真的，就很像有一层水光，像敷完面膜一样，对，所以我们得奖的商品是真的都很有，没有用到你太多时间，对呀，有一瓶精准的 All in One， 每天只要几分钟就能让肌肤吸满精华，再忙都不怕。